今天教会特别庆祝护守天使的瞻礼，我收敛心神，开始这次祈祷。我愿意把我的祈祷和我今天的生活奉献给天主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言语和行为都为侍奉、赞美、至尊唯一的天主。我们一起请圣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，进入安静。在宁静中，我们一起聆听上主的圣言。今天的福音选自马窦。就在那时刻，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，使他站在他们中间，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天国。所以，谁若自谦自卑，如同这一个小孩，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。无论谁引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。你们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基督的福音。今天教会特别纪念护守天使，我也邀请大家与我们的护守天使做一个对话。首先，让我们先邀请护守天使。小天使，请你出来吧。小天使，你愿意与我对话吗？首先，我想邀请你，感谢小天使对我们的保护。在一些事情上面，我们没有看到小天使的保护，但是他却时时刻刻在保护着我们。
其次，我们也向我们的小天使道个歉。在很多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伤害了小天使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使他在天主那里蒙羞。也可以向他请教，小天使，请你将那些伤害过你的事情启示给我，好让我能痛改前非。不再伤害你，不再让你们羞。最后，我们向小天使恳求，在哪些方面我们还需要改善自己，请他帮忙我们一起改善，走向天主。
果你还想，如果你还有什么话想和小天使说，你可以告诉他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即子即神圣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